老婆，来吃个八爪鱼。爸又做这么一锅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呀，小两口不过日子了，又做这么一锅海鲜，这一锅海鲜得老贵了吧？大姐，咱家有船，一锅海鲜才几块钱呢。那行，那赶紧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200块钱都用不了，一张都用不完。来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，太香了啊！快，上菜一。来，大姐，这是我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的深海章鱼须，再来上2袋花甲肉，还有2袋蛏王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再给您送上2只黄金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个9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下方一小黄车。